嘿，大家好，这里是频道部宅电玩，欢迎再次和我们一起回到 Death X。好吧，我们上一次呢，成功的拯救了黑帮老大的儿子。那作为交换呢，他答应帮我们，偷渡上风铃塔集团的一艘船，据说应该可以带我们到 Megan 还有他被绑架团队的所在地。那除此之外呢，他为了报答我们还给我们一把非常酷的武器，没错，就是这一把，我看一下，榴弹发射器，用途高伤害致命，不过大概缺点就是我现在他的弹药不太多啦，貌似只有六发子弹吧，所以可能没办法用很久，不过没关系，因为它太酷了，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带着。好吧，那就让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主线任务吧。偷渡就在这里 ，OK，Let's go。Oh，what the fuck？好吧，我因为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我们还没有去自在之换一个新的那个，换一个新的强化装置。不过我想应该没差啦，反正 Preacher 说回到 Seraph 工业好像也可以帮我用，所以让我们直接去找风铃塔集团。好吧，你们是谁啊？ Ah, you buy yourself. I do it all. Nice. Look at the computer and see for yourself. 哦，我找你找了好久了。我要买一点武器升级啦。拜拜 ，See you soon。现在物品容量，有希望了。买，冷却跟目标定位不需要。拜拜 ，See you soon。拜拜。首先我看一下，重装速度升级。容量的话，试试看。哎，不能用榴弹发射器啊。好吧。那就套用到我的狙击枪吧。OK， 然后应该是走这里。哇哦！天哪，这是船吗？还是这是城市啊？天哪！吼吼！好吧，看一下我们要混上去的港口是在，就在前面而已。好吧，所以
借位森严的天啊。哦吼，这里有。Nice， 来看一下港口四号安全区，安全等级一而已。Access granted。机器人，失效。门。离开，然后摄影机关掉。Nice。那这里嘞？收割者开始行动。嘿，张，或许没什么事，但是今晚千万小心。我觉得我看见其中一个收割者在大门外晃悠了。我知道 CEO 说我们已经牵制住收割者了，但是有些事情告诉我，唐思宏是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现在我们最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收割者。没错，他的确不是会坐以待毙的，然后 Jensen 也不是。Bravo 小队与成员注意，今晚三点钟我们准备转移，等待白天人员撤离。然后张汉那吉里会守卫大门，在货物装载完成前不准有任何人进出。在船出航以后，这个地方会焕然一新。博拉鲁斯、桑切斯，你们两个负责货物转移。我要求清空这些仓库，并填满救生舱，不准大声喧哗。你们知道受过训练的人。你们都是受过训练的人，让我们完成任务吧。我靠，已经有人跑出来巡逻了。我刚刚在那边看到那个有个缝隙啦，应该就是我们的突破点。过来吧。我对风铃塔集团的人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口袋秘书是什么？干得漂亮！新的终端密码 ，OK。好吧，所以这里有一个缺口可以让我上去。好吧，我们混进来了。那个家伙嘞？这附近应该没有其他敌人了，但是我在那边貌似有看到一个摄影机啦，看一下。
那个方向有个摄影机，但是我没有看到，所以表示应该在下面。哦，里面有一个狙击枪。安静的睡吧，你算是走好运了，我没有杀你。我进来吧，进来，进来。我们来占据制高点，那边有个摄影机，而且看起来那边又有一个那个保安的控制中心。哦，这个是为什么不能拿？好吗？我说不能拿啊，算了。那边有一个狙击手，对面也有一个狙击手，两个狙击手。先把摄影机搞掉好了。里面好像有一个人。Looks like nothing. 快去坐好。不要把门关起来啊！啊。Oh my god！ 真是不乖，给我进来！又是一个口袋秘书。炮塔失效，摄影机关掉。OK， 那这边呢？等一下，我有这个，我有密码。C O L L O S U S， 找到0300。这是一样看过的，启程日志已更新。今天离港日志，汉民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发地汉民港，目的地香港，航行时间1130个小时，航运工具郑和号，注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吧，任务重申。任务指示不变，贝塔小队仍然在3点出发。然而，超六小队确认 VIP 已经丢失，因此不保证收割者会协助行动。所以这 VIP 我猜是唐四荣的儿子啊，不知道唐怎么做到的。不过他好像找回了自己的孩子，很明显，他的下一步就是逃出这个国家。虽然他不太可能会使用我们的港口，但是还是建议加强守卫。所以，
所以我现在要去搭正和号了。Nice， 太酷了，太酷了。好吧，所以这摄影机被关掉，但是那个还没有。这边下面也可以走。天哪，这地方！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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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所以当初如果我没有从那里跳上去，其实还是可以从这里进来。Nice， 真的不愧是 TSX。好吧，我想先干掉狙击手，狙击手蛮爱吃的，在上面我记得。这里又一哦，会过来吗？Come on， 转过去。不是叫你走到那里，转身走回去吧，快点，听话，没错。Hello， 拜拜。你就躺在这里吧。这边有 A、B、C 三个仓库门，在我害进去之前，我要先确保，我要先确保没有敌人了。那个摄影机大概是被我关掉了。哦，这边还有个通风口。先等一下。这边有什么？哦、，nice！ 弩箭头哦，真的好想要一把十字弓哦！天哪、啊，啊，这是射速升级。好吧，我要拿它来升级什么？射速，哦天哪、啊！好吧，所以我猜另外两个应该也是放着一些东西。哈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明明就有一些开自动开锁设备。现在不用更待何时？Nice，Nice。那这边有什么？伤害升级 ，Nice， 这是我最想要的升级了。然后还有 BPS 啊，啊，看一下。伤害升级，
害我非常期待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装什么呢？再用一个。火箭发射器，哦天哪，哈哈哈哈，好吧，不过我用不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敌人？好吧，没有任何人。对，一间空房间。OK， 如果要我猜的话，我猜它应该会跟我们刚刚那个通风口通往同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试试看通风口。没错，而且走这里，因为发现新地方会获得经验值，冒险者。没错，我就知道，我就看到那个机器人。这一次让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 EMP 地雷好了。成功摧毁了吗 ？Nice。话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上面一层的中间。You sure could teach my boy some tricks, Jensen. Tong, how did you get this frequency? Ancient Chinese secret. Now listen.You're going to plant that package in Administrator Wang's office. Put it on the bastard's desk and trigger it. Sound good? Sounds like I'm doing you a favor. How does it help me? The explosion should distract the guards. Then you hop in a cargo pod and off you go. But you only got one shot. No turning back once you trigger that thing, you get me? I got you. Only set it if I'm ready to go. Okay, 好吧，把 C4 放在某个混蛋桌上，听起来还蛮不赖的。那个家伙貌似在睡觉。好悲惨的死法。又一个开锁装置。
战斗步枪子弹，这是什么？10mm 手枪。这边有个警报，干脆把它清雾吧。安全等级才2而已。Access granted。好吧，所以那王八蛋的桌上在哪？在上面一层的最北方啊！天哪、啊！所以我试看从这里出去的话，那边有一个摄影机，而且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对面还有两个狙击手。好吧，所以还是走地下比较实在一点。地下似乎没有人看守啦，就只有那个机器人而已。是这里吗？这边蛮接近目的地了，所以如果从这边上去应该比较快一点。从这边跳上来，nice。但是我有点怕摄影机照到我。那边有一台电脑，应该是保安室。哦。Come on！ 惊险！楼上那个狙击手，Hello。好吧，我现在要高一层了，所以要往下，就在这里。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这栋建筑物。哦哦，里面有人被惊动到。哦，一群人被惊动到了，哈哈。
哇哦，一堆人欸，我要往下一层。那边似乎有一个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好吧，貌似不是在这里。但是我看到了我非常想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就把它用掉。那个家伙要过来了吗？看不太到。来了来了。哇，这次的攻击还真的安静的可以，然后现在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看那次到底怎么回事。哎，跟着我走。天哪，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机器人。管理员王的桌上，他办公室到底在哪里啊？天哪，理论上这边应该要有一个通风口让我直接往下。没有的话就不是 DeathX 了。